家好，我是 Fergie。 今天 Queenie 要介绍一隻都挺噁心的洗面膠，到底是什么洗面膠呢？如果閣下的心脏不是那么坚强，或者胆比较小一点的话，那就快点转台，千万不要看。是啦，千万不要看啊，否则就吓亲的啦。到底是什么洗面膠这么噁心呢？是啦，妈咪快点告诉大家听，到底洗面膠是什么这么噁心的？ Fergie 都很想看啊。我现在就为大家示范这只鼻涕洗面膠。好啦，是这样先啦，一阵间再见，拜。为什么说噁心呢？因为它真的很噁心，我一直洗一直在那里呦，是什么洗面膠这么噁心呢？去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支鼻涕洗面膠。怎样鼻涕法？不要说那么多，即场示范给大家看。就是这样的，这一支东西是我台湾的朋友送给我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整蛊我的呢？初时呢，我用这支东西，我就想会不会是整蛊人的玩具呢？但是我后来问了他，他说不是的。那么怎样洗法呢？就首先就擠，你这样看它很正常的，十分正常，看不看？就是好像普通的 serum 那样。大家看着了，我擦上面之后，看着啊，我捽，看不看到？哦，看不看到？哇，真的很噁心。这个 gel 就好像鼻涕，好像啲人生鼻涕或者瘰痰。但呢一路洗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一路洗，佢系将啲粉底个鼻涕就会变到粉底色噶啦。哎呦，咁啦，嗱，见唔见啊？鼻涕洗面 gel。都話噶啦，係咪好後悔咧？繼續 keep 住睇呢個，嗱睇呢個洗呢個眼頭，妖，哎呦，哇！嗱越捽就越多鼻涕噶啦，但係咧佢亦都有係有啲好似，妖，咁啊亦都可以再擠啦，如果唔夠厚啊，繼續擠。咁啊呢邊啦，妖。看不看到啊？初時是很透明的嘛。黏在鼻哥那裡，黏不黏？阿啾！黏不黏啊？阿啾！鼻涕洗面膠，我真的覺得，為什麼台灣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呢？他們很多化妝品，不知道，Fergie！他們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是你會覺得嘆為觀止。我當我這樣擠，透明的 gel 一捽，它就會把粉底液溶了。整蠱人，我真的是真的好像鼻涕，我真的很好笑。咁落眼都得啦，但系落眼咧，我之前發覺落眼咧，你唔可以落太多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啲眼睛毛會黏住噶，係會黏住嗰啲鼻涕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唔睇啊！哎呀 ，Fergie 中招，就係咁啊！鼻涕洗面膠。太噁心了，我自己頂不住了。我想剛才已經很多人立刻轉台了，就是這樣。你說洗得乾不乾淨，我覺得都挺乾淨的，但在洗的過程當中，我就覺得真的很 gross 咯。
咁但係洗到咁上下咧，當你啲粉底係洗得差唔多咧，佢啲鼻涕顏色就會淺咗啲啦。咁咪洗眼嘅時候咧，我就奉勸大家要小心啲啦。我覺得好似啲嘢入咗眼，等陣先啦。OK， 冇事，冇盲洞。你睇下，仲有眼淚、鼻涕、口水。嗱，洗過鼻落妝，鼻涕啫喱啦。好啦，這個核突的推介，其實我想我已經落曬妝，但我一路貪玩咧，一路玩。喂，咁啦，洗面咧就有好多方法嘅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總之可以將個面洗得乾淨，其實。用咩嘢洗面油啊，或者系嗰啲咩洗面水啊，我覺得都 OK。咁當然啦，大家最好都係揾啲冇咁刺激性咁高啦。咁我試過呢一隻咧，我就覺得有唔好處就係落眼嘅時候，啲鼻涕可能會黏住啲眼陰毛，同埋都有遮佢個冷眼。咁如果佢係有遮佢個冷眼，我都 suppose 佢係可能個刺激性都幾重。我本身我皮膚是挺堅強的，我touch wood 不是太過容易敏感，所以我暫時用 我都覺得 OK。 但是譬如你說我這些眼線這些位置，如果用這個鼻涕落妝 gel 去清理的話，就不是這樣的了。我今天其實不是想推介這隻產品，我是想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上是有這些這麼得意、這麼有特色的落妝產品而已。是的，咁你話我係唔會好推介？我覺得呢啲機密嘢嚟嘅啫。你諗下，我落幾多次，無論我落一百次，佢都係我啲啫喱會見唔見啊？啲鼻涕會係整咗出嚟咁樣。咁當然啲鼻涕嘅顏色就越淺啦，就冇咁多落妝。但我覺得唔知咧，我要再試耐少少。唯一唔好處真係唔可以落眼咯。落呢啲咁嘅位置都 OK， 系啦，咁好啦。之後有啲咩古靈精怪嘅嘢 ，Queenie 再同大家分享咧。我要洗面啦，因為我個樣子真係好核突。好 ，Fergie， 快啲啦，同哥哥姐姐 say bye 啦。快啲啊，快啲啊，出場啦，出場啦！哎呀 ，Fergie，Fergie， 我唔使落妝，因為我唔化妝嘅。我唔使化妝，我皮膚好靚嘅。嗯，再見，拜。